我给你来下扇，肉全给你带走的。哎，你看我舍得了。感谢。这肉18一斤，我这卖我都卖不上18，哎，我有啥不合适的？多给你打个白骨，卖。原先是的，原先小膘肉我都骗肉排。哎，你想多带肉，肉是没人要，那就过年过节有人要。那个大驴子，不能说话，正经不用了，留着。谁也不愿意要，这玩意儿18块钱一斤，这十三，你让我十三，没有啊？二十多块钱的吧？二十三斤是那玩意儿？反正我这个，哎，等会儿。打标，打标，给打标多好啊！在这儿了，吃吧。来三斤四斤，来三斤四斤的，这多少钱？十三块。买不好，可了不打标肉，不值十三，知道不？它值12。啊，55的中国寿啊。玉啊，整的55的。快56了，看这味道肉。就这一根儿，你想多要都没有。你要说我多带这肉中，哎，好了，大哥，大哥等会儿，我记住了。看看来，我卖肉的，需要这块吧？哎，等会儿姐啊，大哥天干100吧？天干瘦的100中吗？差1斤肉，差1斤肉，这是85，那这牛鬼85。85。来一嘎子不？来吧，那不叫外银，那叫里银。要多少？光买里银跟排骨一样是吧？你买2斤5号肉，是这拉吧。好，多点中吧，35的。外地13。啊，你是哪家的？要吃荷包的白的馅饺子。你包的好吃吗？你包的好吃呗。好，翟玉，翟玉，35的找人70啊。多了20块钱的。就拿20的。多一点，我不能说得比5块钱呢。啊，那你可以多点，没事儿。多点没事儿。看出来了不是得？70。七十。这家伙这份儿。26。都搁这儿了。多1块钱，不算多是吧？多斤。完我就整，我不要那多，冰箱搁不下。冰箱。这排不要了吗？大壮。不要。我也为了买鱼，我还买个东西。你看那我那工现成的一片，大寿，你说你非得来这片，现成的那片也挺好。你要这个行吗？哎呀，太行了，不用问行不行，你让问你够不够中的，绝对好。大姐，你到没有？大姐，你到家吃的时候还得说好，70。就这单拎包，我要买咸炒，我要有中段的。微信收款，钱过去了啊！都骗了吧，有点不合适啊。你刚才把毛买了，这个啊，给他买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给他20了，够贵的，我当家。他瘦的。来了，大哥。你就把这个推肥了，给我去用啥？晚上到哪儿？那你别去，我给你多大的标去。不要那个，你我给你多大的标去，你去了就可气了。我也要带外籍的，不要正常，完这头标准啊。那肥标还用打不？打点去。那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。哎，下去给我提去，给弄一下。是这个意思不？对。这叫我唱，我那意思啊，就这样，这唱小孩的。
那是哪个？啊？那是咋的？这叫天朝。市上大街上买肉的都不买这个价的肉，因为他肉根本不见，他肉是不不达标，是达标给这一家。大哥，我说对不？我都有二年没上海了。他价钱我都从你这买。嗯。二百二了。这回那个排你都用啥？你都过来，保险你吃好肉。你要排吗？啊？还整腰排吗？整二百二。我来点腰排。好了，吃三。我炖着吃。你说是先肥啊？我要瘦的。那你是外行了，大姐。啊？那你是外行了，因为这腰牌好。这腰牌好在哪儿？香，知道不？肥。它不肥，它不是肥。太香了，不行，太香了。太香了，你只能来千条了。我再要瘦一点就走。再要瘦点来这个啊，五楼看着吗？知道这叫啥肉不？这叫好硬肋。多点中国160的多少斤肉需要啊？好几个呢，差不多五六个。5-6个啊，好，一千了。你是先肥也是先这个肥？你上也别说没肥的。那尾巴那头上我也嫌肥点，那尾巴头那块，那个头那边那个小小子，这那小小子削一点盐去，不去了。这个小疙瘩这他这个能差啥呀？削点盐，不是这个，这都五花肉，这个那不是不是，这是野妈他扎的，拿去。这回要来了不？我来吧，我来这些。可以了，我的肉。我想来梅花肉，到那地方呢，我咋着？啊，要买肉啊？要我不来，我对不起你，等半天。要这边呗，这边瘦点。要这边呗。要这边啊？这边好吧？是，随你便。那边不好呗？我看看哪边好，你要哪边，根据你个人。好，啊，瘦点要点不？我想要梅花，你不嘎？要还拉呢？哪天再嘎吧。行。我说这让我等人没来人买，你说咋整？我说让你给他嘎开。嘎开。嘎开不就露个梅花嘎你也知道啊？好，85。点肥点的馅儿，你说那我不打标好了，他这刚打标打坏了，要多少斤？先瘦了，这块能够50斤。微信收款最远，你把皮给整。硬纹灯不？能。硬纹角了不？80块钱。那你咱也没法洗呀。没法洗，就是没法洗。那不绞了。啊。对。别的不要了，你好。给60吧，63。他在那耍窝子吃，肥中瘦，好不？大哥，这血他这不多。来一个，这个，这一叉子掉，这毛也修过，他倒没事儿。梅花啊，100块钱的。梅花肉，是肉，你涮火锅是最好的，大哥。你这吃法是完全正确。你像他以前搁这炖吃，那都可以了肉了，是不？都是白肉。我看看那边。那边。对，左右前后的掉了。行。行不？就这要。去了去了。来了去了。关键你不去了吧？去了吧？我回家我还耗完油，那盆都没地方搁了。那我酸菜干啥得种？这种有点油好。啊，不挠酸菜，没酸菜。中吧。别给我妹子少打，不买肉都看看我了，你说我这少打？不买肉我都想看看你了，你这够意思，相当够意思了。150，还搁个肘子不？肘子啥呀？还要肘子不？不要肘子，不要肘子，给150，哥给你添块肉，走装上吧。这不好啊？这肉还不好，这叫不硬肋啊，这还梅花肉，这跟你买的肉是一个上肉，装上吧，你给再套个袋。你给我切切行吗，大哥？也没有人，您帮我切切。不，那都小人小意思。是。那想放哪？啊。没事儿，不切了我也不来找了。啊。还是我妹子。啊。绝对够意思。啊。都给你打点肥得了，这回中吧。哎呀，这个当然。好不好？好。要说你把这个拿着。啥的？那叫梅花，不是外籍啊，外籍。这上面叫梅花啊？对。你不一样那个。一嘎够不？那是梅花。给100。你这炖的是？去啥？
你让我去了，那啥去了，那是隔门儿。这是啥隔门了？我回家也甩了他那个门儿。是这高不？先给你搁袋里。我不要，我不拿你这便宜。不要了，给80。一共给80，80都不够，80主要是。我都让你给80了，你看、啊、够不够？80。这花钱给你搁里，你。儿结完婚了，你闺女。恭喜收摊。谁结婚了？咱俩说亲家，你以后白吃肉。这啥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啥人呢？这闺女都有，你要有儿子，我还有闺女。这都有闺女，还有儿子，啥都有。你闺女都有主了，你别这么瞎说八道了，大哥。我大闺女有主了，还二闺女呢。啊啊！给我来两个小袋。三闺女呢？我仨闺女呢？给我来个小袋儿。来小袋儿，看什么呢？来小，我这不是不趁钱，趁人，文静。趁人就比啥都强。嗯。我给了大哥啊。嗯。我那给你撒过去了啊。可要费劲，你等找工作了，爸给我拿20万，给我往回调调。可坑他爹呢。那大伙儿，那还说明你有钱，你没钱他不让你拿。喂，没钱他还让拿呀？他找谁呀？他只能找他爹。他找他爹就对了。他找别人找不上。你说我也没想买肉啊，就想看看呢。你这家看看看看，就给我切。光看我，你不买那肉啊？还中？啊。我大哥一问你干啥来了，啊，是吧？你说我都看卖肉的啊，我就看卖肉的，还得买点五花，买五花，看我提五花呢，是吧？是，买完五花买猪蹄儿，买完猪蹄儿买猪头，一个买。你看这猪肉拉的多顺手，哎呀，这腰盘真正。行不？行，行，这腰盘，要不要大姐？啊，你拉多少，人家要多些呗。你偷偷的拉那一点，人家一看不够。对他拉的那嘎子不太好，这里边都是精品。啊啊，这真行。他拉那嘎子属于你煮完肉他散。都咱这几个人了。他不散，知道吧？咱就弄绿说个的，完你们一分的得了。好。大姐，你别少买。大姐，你别忽悠我，我给你提一回。不忽悠你，真会买少呀？这肉好不好？给你石头的。上回买了100多块钱，你还哪个买的这么好？我都得上你五道桥卖去的。好，给七十斤。七十一块七。你来这吧。来这来一你这肉要是到那嘎达都得抢啊，好不好？啊。那肉油都是红。60。这五花，这五花，啊，这五花。这五花，哎呀，差160了，没事，你看看大兄弟了，看着看着你就着到道了。是啊，啥指示？你说，没指示，这腰牌肉好，你不用看，全国一流，别说全市场了。大姐，我没吹吧？少来一点，少来一点，是要这头吧？对对对，就少来一点，这些。这行行行，就够两下的，就两刀的就行。够两刀的，都有眼光，值得看。那还用说？不是，确实。这个你再给我来一个。一下刀就差不多了。这排骨没话多了。你要着的都要着，那没话多。咱俩多吃点，吃一顿。不，我没话多，剁完没话卖了，亲姐。都不是俩呀？没人了。上大集了。到家又上集了。行了，我退院了，再见。